有没有看到大家好，我是阿芳。今天的节目的当分是为大家邀请到呢，做讲蔡英的蔡英街，还有客家街，还有呀学术街。非常有名的罗台生，罗台生教授，罗教授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罗教授呢，佮迄在讲迄个客家子宫吼，台湾子宫。哦，其他在大边讲下呢，迄飞利浦公司亚太区嘅总经理，吼，咁喺凤吉嘅高阶经理。好，今日呢，安尼罗教授要留大家来讲，其实样板做到哦，安尼客家嘅吼，动力开，科技嘅动力开嘅优秀嘅人才高呀，高级嘅主管哦。罗教授请教一下，我家在之前访问请教，我讲第个，所以算系同乡嘛，安尼共同。行眼先，系嘛？行眼也系行眼师哦，所以你呢，乜嘅时间来到台湾的呢？好，我喺名咧台籍嘛，吼，啊，就台湾出世嘅嘛，吼。所以喺阿阿爸呢，佢都38年哦，到台湾嘅啦，吼，就从海南岛，佢当时同石岳将军将军呢，佢都就请下到台湾，因为就系先到台湾，啊，就到台湾就出世。所以啊，就名叫台神。哦。啊，介系1950年嘅事情，就系民国三十。1950年，大家系咪？我哋系咪出世啊？所以出世嘅时候呢，因为阿爷爸到台湾替你介当时有吉隆送码头嘅时候呢，阿爷爸系带部队过来嘅。但替你嘅时候呢，阿爷爸因为同最高当局嘅人呢意见唔同，所以阿爷爸就自动退伍。退嘅时候以后呢，乜嘢都冇，所以就阿爷爸退嘅当时呢，阿爷爸嘅副官同埋两只船丁哦，也同阿爷爸向下退，所以嗰当时呢，乜嘢钱都冇，也冇地方住，所以就到嗰个龙州街街边啊，就自家起只违章建筑，啊，自家起嘅啦，啊，就五口人就住在街边，啊，所以佢就。介当时呢，我靠，因为买几多毛啊，阿条个阿爷爸的副官同传令给了三傻，就自家去拿到部队里头去拿点面粉啦，面粉，就自家来做个个馒头啦，包呀，蒋公，就你们店那么给他卖个蒋公饼啦，哈，蒋公饼，个韩公。饼哈，韩公饼，而且台湾话就叫蒋公饼，哦，台湾话蒋公饼，啊，你客家话韩公饼，韩公饼，啊，佢哋就做嘅，但因为佢哋穿石龟就讲，佢哋唔会讲客家话，所以讲去卖嘅时候生意都签唔下。而家就全部讲客家话。哦，啲咩讲咩讲普通话就讲客家话，哦，即系客家话唔会。冇，因为阿爷爸带嘅广东部队嘛，广东部队唔系讲普通话就讲讲客家话嘛。所以卖个生意也唔好，啊，都记得介当时呢，记得好多年呢就抢来，就抢来了哈，唔会讲个个好老话就讲，就用台湾话讲嘅啦哈。阿山阿山卖豆干，豆干卖不了。阿山阿山卖茶客，茶客无人爱。啊，记得讲个就讲，啊，就个外头来嘅人呢哈，你唔管你卖卖个东西呢。佢哋都唔買，全部冇人愛都錯。啊，講唔愛，佢哋唔愛嘛，因為你同佢講都講唔到嘅嘛。啊，兩個事情唔係講兩下啦。介當時你如果差唔多20年以前，你到香港去，你唔會講拍翻咧，佢也唔搭理你嘅，佢也唔搭理你。都有一些就人哋講雞同鴨講，你們都唔會講埋都錯嘅。嗯，啊，本面喺樣板，慢慢嚟變好，你東西賣唔出去咩？錯冇？啊，人家就唔知成班都懂苦咯，錯冇？好，介冇辦法。佢哋賣東西嘅賣唔出去，就阿阿媽就幫人家洗衣服，洗衫就洗衫啦，嚇，咁冇辦法嘅事情嘛。洗衫又驚人家跌的，就住到清潔嘅地方，再幫人家洗。其實客家人嚇懂打拼咧，就十忙做，嚇，所以一行唔樣行唔通，人就行其他嘅方式啦。都用我乜嘅硬強嘅精神啦，嚇。所以媽係算客，因為媽算客家人就錯啦。啊，佢也算客家人，佢唔可以講客家話啦，嚇。因為你講客家人嚟講咧，啊，實質嚟講啊，啲客家講係泉州嘅文化啦，嚇。就福建嘅泉州嚇。啊，在即廣東嘅梅州哈，還有介個江西嘅甘州哈，阿爺媽喺甘州嘅人。但係你嚟講，
因为客家话来讲呢，唔系讲几条嘅福建嘅同广西嘅客家话啦，就系讲挨条嘅广东嘅客家话来讲，挨条也要分西安同埋嘅淮流嘅嘛。你西安同淮流嘅也唔系讲嘅，也唔系清同嘅啊。有啲地方要讲也讲唔到嘅。嗯啊，其他地方都唔是讲嘅，所以阿爷妈其他客家人跟其他客家话同阿爷爸讲嘅唔通用，所以其他两沙讲嘅时候唔系讲用客家话沟通嘅，系其他用普通话嚟沟通嘅。但系都系做一啲交流都成功。交流，谈就谈嘅事啦，哈，因为有人来做嘛，不用啦，哈，人家都人哋当辛苦，人家就喇叭又学胎。肉体啊！人家讲嘅动作，妈妈去生产嘛，啊爸爸买病买唔出去，啊人家生人家爱做物嘅，爱做物嘅生嘛，爱嘛。但系你唔喺骨烧托啊嘛，龙安国小系嘛？诶，龙安国小。啊，家爱去打工嘛，而家讲他诶，你讲打工嘛，我存钱嘛。介当时啦，啊，可能喺台湾最细佬个嘅太熟啦，哈。啊，佢哋探視買個太熟啊，太熟唔係考執照，啊講咩？介當時唔是，買個太熟嘅意思講太熟，太熟嚇，太熟啊，就幫埋個學同學啊寫功課，從小學一年級到寫到小學六年級。唔嗎？啊，真㗎，啊厲害哦！唔係介當時係哪裏嘅啦？因為細佬哥嘛都要年紀嘛，嚇，大家愛出去撩嘛，啊撩嘅時候咧，佢哋家裏夠有錢嘅人啊，都唔愛讀書嘛，咁啊讀書嘅時候。你要把就打个车不准给出来啊，老师要打哦啊，看到这亲难过了，就讲啊，该简单个事情，啊来帮你写好了，下一拜上两拜，给你不好意思了，给我哎，你唔做的，你就讲一只加钱了哈，我就讲同学帮忙那还要加钱的，我给你讲一定啊，莫给你就不好意思了。哦，佢唔幫佢寫，哦，都佢唔做啲，你唔幫佢寫嚟講，嗬，我就冇人同佢，冇識到佢同佢撩啊，哦，啊，跟住我就想，好，就講，哈，如果一定係拿錢啦，嗬，介到識到佢有介當時啦，兩下可能冇人創嘅啦，嗬，啊，就介當時嚟講，有一條歌叫做，三輪車跑得快，上面坐個老太太，要五毛給一塊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？啊，啊就因為燙掉了過，就哦簡單嘞，啊就講冇安尼好嘞啦，啊講錢就交給叫高了過，啊用數學呢，因為開東西就因為考試嘛，所以就講過就兩種，一種是數學，一種是國文。哦，國文就兩，你這兩種哈，你這兩個作業，啊就。数学这个数学简单，就一二三千的写写，加减乘除，啊就讲，那就五毛钱就好了。哦，啊国文够麻烦啦，国文因为啊要用一直写的，唔系两下可以用两音的，开同时么就写的，好，所以就讲，该花时间过多啊，就一块钱，所以一分钟呢就一块五毛钱。五毛钱嘛，哈。啊。嗯。数学五角。数学的五角。五角元啦。啊。一厘元嘛。啊哈。加嘅五角元个一厘元系动态咯。哦，动态咯。加加嘅五角元啊，同两下嘅五十块钱，那同样太小。哦。啊，太唔定你有都有看过一堆台，就一样嘅。加五角啦，而家五十蚊元嘅一张，差唔多安泰都错嘅。但系乜都系卖当到东西咯。哦，加千。啊，你要想哈，一碗面加几多钱啊？蛮唔掂，一碗面好。一碗面，阳春面，清简单的面加几多钱？介当时来讲都唔是五角，唔是两角。哦，两角。两角。所以你当你看，你从嘅国小一年级到六年级，就帮一个同学写功课。啊，你那当聪明啦哈。唔系聪明啦，介冇办法嘅啦。你做乜会按厉害吼？做到人哋菲利普嘛？亞太期的總經理，吼，你從細可能都看得出來，你咧動聰明，啊，佢有隻機會，你看到機會就賺錢，吼，啊，所以，你羅爸爸佢有幾多嘅生意咧啊？哎呀，兄弟姊妹有幾多啊？五十啦，也就講，就是係標準嘅啦，因為你用五十張可以講兄弟姊妹嘛，冇你咁麻煩咧。開始真係動腦嘅咯，開始當時五十唔多，辛苦，但係動腦嘅。啊，那咧，勤勞咧，勤勞咧。啊，唔係用咩咧？偷數切卡偷數賺錢，嚇，不如切卡偷數賺錢嘛。過到台灣過江，係嘛？你睇人講起人一下，一下講起乜嘅建中界嘅高工哦，仲厲害呢。啊，唔止一個曲太空嘛，一路按嚟北上去嘛，嚇。啊，一經過咧，因為唔影響清晨嘅事情。我記得咯，你要講兩三年去影響動態，而咧國小嘅老師，
伊咧迄高中的学生，老師因为开皮系嘛，挑肥嘛系嘛，我们本年就歧视很样板咯。哦，太难了啦，就讲两杂多老师呢，请两向吹台，管车去，请管车去，你们就讲小学老师呢，因为介当时吼，台湾嘅厕所啊，都唔像两下嘅厕所一样。厕所偏少。Q 时嘅呢，就讲去街面就蹲下去就用嘅啦哈，两下都唔是讲啊，所以呢就有水肥在街片哈。就水肥，以前人家有化粪池嘛，就化粪池在街片。那时间到的时候呢，就要条幅呢，啊，几只到好高落来，个粪个肥料呢，浸久，久的时候呢。有年呢就到了就给就我的学生就下课以后就行出去嘛，闻到这个味道呢就清朗就按捂住嘴巴，我的老师呢看到就讲了给机会来了，我的老师躲在躲在门的后面，学生没看到，所以他就看到我的学生又过去又这个捂住嘴巴的，他就问你过来站在骑在一边，其他的就把你转去，以等到两个工作给他调分给你工作做演艺呢，开皮演艺啦，就他就问改变学生，他就说你就刚刚两个种的动作对这个开皮的人都没尊敬，是尊敬还是不尊敬，应该没尊敬，他说这个是不是他去学的，唔咩？啊，佢讲咩？佢叫我系你叫我嘅啊！猜解啊！你叫我嘅，佢来帮你做事情，你尽量来回答佢。啊，你尽量看唔起佢，佢就请就讲，所以佢就发介啲学生啊，转去爱写，讲介个胆肥嘅啊对唔住你，胆肥嘅啊对唔住你，但那一写两页，就天天天爱搞两个吼，那天天你上课佢就同阿啲学生讲。他就说教你的学生啊，我就不希望说也不可能说全部都是总统，他就说以后呢有人可能做总统，做总统，但也有人呢可能就会单飞的，他说他都是你的同学，你要一定要尊敬他的，不可以因为他做某个工作你就对他好，他做某个你就对他不好，接着更忙的，这个小孩就要都话帮我哋啲讲，要尊重每一只工作，每一只每一只你都要去尊重。即系讲唔做唔得吼，而每啲人嘅工作看唔起佢。有句话讲，行行要出状元，出嘛吼，做唔得看唔起，看唔起，都会丝丝来尊重别人都错嘅。啊，那我有高中嘅，高中嘅先生咧，高中系咩嘢啊？高中系一个读过高工嘅嘛。有一只老师呢，系要亲对佢亲唔中意嘅。哦，有一年呢，落太水。攞太水，佢要作皮鞋，或者作啊两个机会来咧。哦，佢都因为佢上课，你在修理吗？唔系，佢一大就教师嘅时候，一开门嘛哈，就走了一天线啦，就绑在嗰个锁条旁边啦，就到嗰个插条嘅旁边咧，接嗰个火线。天，哦，安定。所以嗰个老师唔知嘅啊。那天气啊？佢就一开门嘅时候呢，就被天倒了。天到佢，因為佢落水啊！要唔應該注意咯？啊，都咁樣，都咩係個注意啊？咩係個注意啊？啊，對老師啊，真係咩係個？但是啊，都同我都同意啦。哦，太假講啊！所以佢當時佢嘅老師俾聽了以後啊，親通佢親戚就問下就講，慢啥做嘅？太假都唔講，佢就話我係個先導主任過來，我哋先導主任講事情都鬧胎啊！先導主任來問我慢啥做嘅？太假又唔講。哦，太当时了哈，就往外边前排呢，到操场，落太水哦，就全部骑在操场哦。那现在一直骂，就告官也在改变。现在中间又就轻就讲了一句话，就讲你都俩细老哥，你都唔敢死啊！你爹娘还蛮傻么？俩附近个你慢讲啊，千多，都惊到未死。你都啊那一直骂就啊就唔打理佢，天天给上课了嘛，所以啊又就转到高时去了。介到时，既然老师像酒哈，伊个时间太好个，个香香烛就系啊，像酒，同济酒哈，伊个时间太好个教授哈，佮来上课个时候，啊就问佮，因为佮讲所有人都讲佮嘛哈，啊就问介个老个，啊就问介啊个
周老师啊，就讲，周老师啊，公公个新老主人去讲啊，所有嘅人都惊起哦，啊，你惊唔惊啊？啊，佢就冇回答来就，佢就问来就讲，啊，同学啊，你哈啊，你告诉啊，有一只傻太傻跑过来，你留喺你度买。叫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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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老虎来呢！我就叫啊！叫啊！啊！继续讲，继续讲，继续错嘞！继续讲，你丢在记得哈，人啊，唔爱和人，唔爱是给其他人来讲你，你要有是其他人来尊敬你。结果你唔可能看到老虎讲，嘿，老虎大哥你好，啊，可能喊下你。佢都唔会咬唔咬？结果啊，傻你好，结果你唔可能做两个事，你唔会尊敬嗰个，你敬嘅你，但你要尊敬嗰个，你尊敬嘅你。所以佢就讲，我就一定要尊敬，哈。让其他人来尊敬你。结果佢一个搞到这两点，佢就成功了。哦，所以这就这概念，弄来英雄青史存。所以就以后呢。啊，做事情啊，就尽量去帮下的学生，帮下的同事，哦，哎，唔希望几条讲啊，尽量几条讲啊，哦，但就讲让几条来尊敬啊，哦，讲下也帮几条有开个回馈个心。所以按你讲嘛，就是讲也两位先生哦，全部本有一只，应该个动态影响，就是讲老五讲去样板爱尊敬人多，就。学会尊敬他人，哈，尊敬，安尼最重要。而且咧，唔不免哦，带兵哈打仗嘛，带安多人哈，希望大家唔要惊，系尊敬，就讲你要带个心啦，哈，带个心咧，尊重安尼。规则，人家团队很团队呐，才会强下起来。有安尼，再有可能有好嘅战功个战绩嘛，差唔多哈。我记得哦，唔猜一种诶，凤姬嘛，凤姬哦，猜凤姬噶，唔比凤姬带来一百亿哦，一百亿业绩啊，哦，佮当时哦，草创时间嘛，一百亿哦，佮太个数次啊，其实安尼品牌，你做品牌哦，做自由品牌，当辛苦，好，你做 V 啊，凤姬哈，带来按奖，应该说按奖个成绩哈。包括个创办人施正荣先生哈，嘛对你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，嘛懂欣赏你，啊，嘛懂尊敬你啊。还记得讲，有一摆喺去那边，因为科技界有两摆个展览全部动态，很多位展，唔带个董事兄也系同事系冇，也系华硕个创办人施崇棠先生，个友达李坤耀先生，佮也系宏基个同事去参展咯，哎呀，佮佮佮全部也系同事咯，啊，你好，你带你个去啊，佮董事系蛮个情形嘞。哦，佮董事你讲哈，飞机呢，佮100万台币，起价的，所以千毛钱。一百万台币，那也差不多100亿呢，吼。佮出千毛钱哈。所以呢，出去的时候大概太高来讲呢，当省就省了哈。当然系因为到欧洲帮佮个市场打开以后，公司就有收入了嘛。有收入时候以后呢，佮个。李坤耀呢，佢就同阿啲 Stan 啦，哈，阿啲施正荣施先生，哈，佢就讲，佢想要去了解一下，哈，阿啲嘅人，哈，对阿啲嘅品质啊，满唔满意啊？佢就讲，我就看到都要推转嚟嘅东西，但系在佢今日用嘅时候，先用满嘅情况，再来讲，佢哋用得满唔满意，阿啲都唔得，哈，所以施正荣就讲，好，冇你就。我 TS 啊，英文名叫 TS， 啊，每几多外国 TS， 每个楼台生，就讲你同 TS 讲一下，佮同意你就，就让我们去，就去同阿强阿去，哦，因为干嘛？因为盖同事来讲哈，这个钱啊用到诶部门的钱，哦，佮因为你出去都预算个嘛，啊预算个在两边哈，所以还同唔同意本地用嘛哈？因为佮维修个那啊个某两个预算呐，就那懵啊。我就讲啊，大家都同事嘛，哈，你想要出去捞一下，哦，就帮你嘛，冇问题，哦，该给些，李坤耀该给，那石崇棠其他也那样讲，其他同该给Stan 讲，啊，个石先生、石老板讲，我就讲，啊，就设计了一个东西哈，啊，这个银行呢，希望有买个东西哈，啊，这都唔得的，啊，次高再不卡做两个东西，第六想买买个，啊，唔得。所以他就说，啊，可不可以去问下你的人哈？
你留了哈，希望以后还有某个东西要交给你。嗯，好、哦、啊。啊，你私信用就讲，啊，明年啊，你问 TS 啊、哦、，TS 同意给我们饭店，所以给他们来，我、嗯、就讲好啊，就带，所以就带几条去，哦，去见那个人，见见爱留点人下啦，哈、哦，啊、嗯，一个个了解讲，哎，两个东西你要问会发下的，哈、哦嗯，本来工厂都要检查都冇问题，你要问改变出问题，给就去了解，啊，伊就叫讲，你留起，然后在你留个市场，希望讲过两年。你的要有买个规格，哦，啊，做买个东西，啊，再转去就开始了设计以后的东西，该就要。就很用情，就他，他在分期嘛，哈，已经做了某个政府的，做，哎，该当时了，已经做了中几年的嘛，冇，哎，对来讲，该总经理是施政荣，哦，嗯，副总经理就会讲，一子法，哦，冯少法。林家河，这个都多一件，都老大。全部出去七家油的七家油。啊，其实个，哦，啊，所以外头来讲，外头都打工几年呢，哈，最高就做到啊协理。哦，协理，协理嘛，动态的。啊，就所以就是，该因为你该当时唔抵的讲，电机费嘅变个动态嘛，抵的就留下来。哦，所以就讲，啊，到协理嘅时候呢，可能冇机会咧。哦，就讲伊，所以你嘛要离开，就讲可能冇机会，计困唔住嘅啦。系啲，嗯，但系现场乌龟希望往上高处爬嘛，哈。啊，你都带点嘅梁山，哈，其实嘅梁山，施崇棠先生个离婚呀，其实伊都想要去接地气啦，好冇？伊想要去提供人家产品啊，不管系维修啊，伊爱讲设计，因用办公伊要开工艺嘛，唔爱嚟学，啊，唔乜懂，所以讲嘛，唔乜懂大气，哈，唔乜带点嘅落去。开眼界，所以大家一起同行合力啦，哈啊！刚才其实前面应该喊到公募到，我们用为许多安泰嘅一只公司，虽然讲交咗100万开始啦，你做乜为许多分期咧？冇计几年子啊？几廿年啊？因为我本来同用嘛，就两片嘛，同用天子嘛，哈，还盖当时去台湾最大一个天子公司啦，同唔讲同用咩？同用最大一个最大嘅同用，外围去。分期呢，就因为外头代表同用啊，到天子工会，个台湾天子工会去开会时候呢，施政荣先生就看到啊，就讲哎，你好是一只人才哦，你要么来帮外头总本，你看你一百都得到我们的好人才啊，要你要么来外头公司来帮忙哈，就讲唔爱帮鬼佬打工啦。哦，何必要帮鬼佬打工呢？哦，到台湾来自家来帮自家啦。啊，伊讲有道理，因为还在分期啊，还在同意啊，到党呢。因为还在中国人来讲，还该当时搞总工程师啦，哈。总工程师是喺中国人最高的职位，所有的经理。我上去哈，因为佢就系要嗰种嘅一个人应该说买人种的问题，人种的问题，该当时该当时有那个汉字啊，有那个汉字，所以就讲该在通用而到党了，哦，在座就用了福利清好，当然就用该唔系上高嘅，你刚刚差唔多在几多岁天天啊？你差唔多三十岁有冇？还冇三十岁，差唔多三十岁，差唔多三十岁嘛，哈，差唔多三十，啊，之后开飞。施政荣，所以施政荣先生给他请来讲，啊，你要么过来帮啊，就总归你自个来搞，就讲好啊，你要么啊，再来就过去。所以动力开啊，其他看动力看人才啊。哦，啊，给千本事啦，咩？给千本事。你们讲，时常讲啊，哈，千里马嘛，系嘛？千里马伯乐嘛，错嘛？你听到伯乐遇到千里马遇到伯乐，所以你都去到飞机。啊，做到协理，然后再个跳到啊，睇起嘅菲律宾，再到菲律宾，到菲律宾，个又过来冲错嘅咯，8000亿哦。啊，介就对台湾来讲哦，到菲律宾啊，对台湾嘅贡献清，菲律宾对台湾嘅贡献清太，就对啊，对台湾最大贡献就讲啊，做介个光碟机啦，哈，光碟机叫光碟机哈，以前用的光碟机，嘿，好。这个因为这个专利呢，在飞利浦，所以一个台湾在做的时候就要收钱，这个就当时在飞利浦就看到飞利浦有两个专利，但没用，放在飞利浦，而且搞清口上，所以就同总部讲，两个技术还要转到台湾来，
哦，由台湾来讲呢，看两万帮菲利普来创造一个业绩哦，来创造利润哦，所以总部统一啊，就到台湾做两个事情，啊，就全台湾的所有你讲啊，所有做工业片的啦，工业机的啦，统统都系一个联合。就介当时就帮台湾帮千台的嘛。唔看做到亚太区嘛，吼亚太区重点就总共有关于到五十七个国家，五十七个国家。啊，唔都抢人跟他们空中飞，我比来比去吧。冇掉嘞。为毛？爱自打来管哈，爱管四十最重要的国家了哈，还有47个国家的国家呢，还有40个总理的帮来负责。哦，佮就分配给掉，好就分配给掉。但是你那青苔啊，就管啊，就管全部啊，亚太地区啊。哦，啊，你做嘛按厉害呢，再做到按高一边呢哈。你感觉嘿，你客家人要挖个眼光精神，参与喺，你知嘛？然后要客家眼光精神一只魂系嘛灵魂，参与喺身体底端呢。然后激励大家有没有关系嘛？两个同客家人的精神。安感觉一定有关的，安感一定有关，一定有关。哎，就啊，都从来唔讲某个事情啊，我就讲所有事情你搞不来做，你就放心啊，一定会做到，就安那。哎呀，都像安尼客家有一句安尼嘛个老古语言讲嘛个，甘去一担愁系嘛，甘去一担愁，唔甘就放下手，系嘛，甘去担一担愁。总比你去木卡更惨。你说你敢去冲了，就是说你宁可不要在家里这边屋下这边坐在房家子家里面这边忧愁，还不如付出行动出去找机会，冲嘛！你就按那有按那精神啊！但是你都没有那么个困难吗？应该有吧？困难当然千多啊，千多哎！英雄最神，因为啊你披荆斩棘啊，一定懂得问题，冲嘛！啊，千多！英雄最神的嘛，该嘞，英雄最神嘞！一年最神。有本要跳家，咩个跳家？跳，然后其实施先生其实文，因为可能有文质彬彬了哈，蛮厚脸啦。但你应该嘛，唔会讲法，唔会动太上吧。然后假如领导在房子，然后郭台铭却对望强用嘛哈。啊，但你有嗰种跳家压力差冇？有冇？你话咁讲啦，哈，人家一个菲律宾人家敬你份，哈，你要还佢一茶，哦，就系咁样。所以讲，佢就讲，施政伦先生就讲，佢公司业务高峰来说，啊，请感谢佢，因为啊冇业务嘅经验，或者通用嘅时候系工程总工程师，啊系搞工程嘅，啊唔系搞业务嘅，佢把公司嘅业务高峰来，啊请感谢，佢有胆啊就敢做。有胆都敢做，即係你用工廠人員嘅經驗富喎，係真係咁厲害呢嚇！哦，用辦再做到按嗰一位嘅嚇，啊，其實身邊啲客家人嘅喺對客家嘅貢獻嘛非常嘅大，唔差客家總會啊種乜嘅重振聯合會裡面，好重振聯合會嘅乜有做一副總副總副總執行總，乜啲人咧客家做懂嘅事情嚇，那特別人咧後疫情時代，人咧後生人嚇對那个，你看老前辈啦哈，爱用班来学习嘞，还有我知道，那老教授呢，其实有创办一张做嘛，本后生人哈，来向下学习的人做嘛个一张三创平台，好，要懂得嘛扶持后生人做懂得好的生意哈，爱用班了差不多，人生的最好的境界哈，很开心呢，继续来请教你老教授，安子姐，下礼拜再会哦。